开放了！！这么点吃，早晚得饿死在这儿。怎么那么倒霉呀？啊！我是说，这帮人怎么这么倒霉？哎，你说这地方又黑又暗的，就给这么点吃的，这日本鬼子太不拿咱们当人了。再说，你看现在这样的，就算救出去，能跑出去就不错。哎，对了，你们到底什么时候救我出去啊？计划到底是什么呀？这我哪知道啊！啊，你不是救我们出去吗？你放心啊，既然我来了，我就一定会救大家出去。啊，小鬼子，甭想把咱们这儿的一个人带到日本。嗯？哎呀，难呐！我看外面机枪都架起来了。那能怎么着啊？飞哥肯定有办法。谁？飞哥。你穿着这身衣服，就不怕日本人打你啊？日本人，你别小看了穿这身衣服，有了它，日本人才能拿咱们当盘菜。这么说。你是想跟着日本人干吗？什么日本人？谁稀罕小日本啊？这是人在屋檐下，哪有不低头啊？他们呀是想收编我，但是我给他们讨价还价啊，这是拖延战术。估计他们呢在这也待不了多长时间。再说了，咱不能当汉奸不是？陈小姐，还是那句话，你跟了我，保证你这辈子不后悔。人家也想跟你，但是这次我过来是来投奔我二叔的，怎么着也得家里的长辈同意呀。只要我二叔答应，那我就跟你在一起。那我立马找你二叔去。哎，你等等。啊！你要是真想娶我，那你得帮我。帮，肯定帮。我二叔的儿子被日本人抓到山洞去了，那可是我最亲的弟弟啊。你要是能把他弄出来，那我二叔肯定能答应，我就能跟你在一起了。但是如果你要是弄不出来，我二叔凭什么答应让我跟你在一起啊？哎呀，你有兵有枪的，还怕小日本啊？再说了，王营长，你那枪是烧火棍，是摆设呀。哎，他们不是想要收编你吗？嗯，你刚好借这个机会可以试试他们，也看看他们对你是不是真的呀。不是这事儿吧？他麻烦他。大哥啊！又他妈来干什么？条件我都开了，答应就有的玩，不答应滚蛋！王营长好威风啊！对不起，打扰了。说来就来，王营长，
请你说话客气点。他们谁呀？刘长，这位是日军的山本大佐，这位是小野少佐。啊，坐吧。 以前不是有一个他们叫小林，是吧？一直都是小林跟咱们谈啊，这怎么回事啊？现在由我来跟你谈，而且我只和你谈这一次。 你开出的条件，我都已经知道了。帝国是不会同意的。现在，在你面前有两条路，一条路是同意皇协军的改编，待遇跟皇协军一样，还是营级作战单位。你可以继续在这里做你的土皇帝，武器弹药由我们来供给，条件就是。 你要一切听从我们的指挥。那第二条路呢？两天之内，帝国的军队就会赶到这里，铲除你。山本是吧？嗨，你威胁我？ 我可不是威胁你，我只是告诉你一个结果：我是不会允许在我们的占领区之内有一个自称国军的部队存在的，一刻都不允许。太田可以，我不行。山本大佐，你可要想好。 如果您把我们剿灭了，那得力的可是共产党。您可要考虑清楚了呀！我已经考虑清楚了，你们就是一群乌合之众，我从来没有指望你们能斗得过共产党。<笑>啊！ 太君，太君息怒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，把刀放下。太君，有话好说。哎，出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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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，出去，别叫，出去。太君，有话好说。 王营长，山本大佐是华北司令的高级官员，他能亲自过来跟你谈，已经很给你面子了。不要不识抬举。哎，大哥，如果咱们跟了太君，那咱们以后就算是有正式身份的人了，那咱还追求什么国军的番号？ 山本大佐好威风啊！一天，你给我一天的时间，我给你答复。那太好了，那我就在矿区等候王营长的佳音。另外，我想拜托王营长一件事情，我希望你能够仔细排查这周边的所有村镇，如果有外来人，就把他抓起来。 可以吗？为什么呀？因为共产党的梁飞可能已经到了。
日本大将要走，王营长，你也不送送。好，走，好，走。好，尖子嘞，枪开喽！举弓，举杆喽！站住！站住！饶命！饶命！饶命！太监！ 走，走，为什么抓我？来，哎，这东西不错，来，尝尝。 那个女人是谁啊？啊，那是我们营长魏国门的太太。哦，这里穷乡僻壤，怎么会有这么时髦的女人？是从外地回来的。我只是提醒你，共产党已经盯上这里了，你们要加倍的小心，不要上了共产党的当。您的意思是怀疑那个女人是共产党？ 我谁都怀疑。哈哈哈！山本大佐，您可真会说笑，都知根知底儿，放心。摸尖子嘞！ 枪彩刀，举过举杠喽！杨飞，你啥时候改行当磨刀师傅了，还举过举杠的？哎，过来，玩玩这东西吗？这有啥呀？我二舅以前就干这个。 以前我家的钢坏了，都是我自己弄的。是吗？哎，你要这个干嘛？天机不可泄露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了。哎，这还卖上关子了？他们走了。跟我玩硬的，信不信我跟他们拼命？大哥，我觉得这人不简单。他几个脑袋？ 几个胳膊几条腿，再不简单也是一枪子的事儿。老大，咱们这回不会真的跟他们来硬的了？不行啊，谁是这儿的主？咱们呢？必须是咱们的。他们就是一个过客，山里谁熟？还是咱们呢？对，咱们。我就不信我端不动他。 王山在敷衍你，敷衍我？如果真的敷衍我，那就太好办了，想办法把他们除掉，只要他们群龙无首，那群土匪就是一盘散沙。这个我倒不担心，我现在在担心那个女人。你说这样一个女人，真的会看上那个王山吗？要不要我调查一下？ 收编他们的时候，盯紧那个女人，看看她什么背景。如果真的有问题，哎。
我去里面找个郎中看一下身子，你们在外边等我。你过来，你去前面那个面人摊把那个瓜也帮我买了。掌柜的，坐堂的郎中在吗？哦，您稍等，我给您请去。好。谁呀？找我看病？郎中，我最近这身子一直都不舒服，麻烦您给我看看呗。给我拿上来。梅烟呢？哎，来一盒。好嘞。王山那边没为难你吧？这才哪儿到哪儿啊？不过他们已经找过王山了。嗯。他们是不是想收编王山啊？应该是。不过王山没答应，反而还被山本的态度给气着了。对了，山本已经知道你到了。我现在唯一担心的就是王山会被他们收编。我有办法，明天晚上能够让王山攻打铜矿。你有把握吗？以我对王山的了解，他现在正在火头上，只要再添个油加个醋，肯定就窜了。那好，这件事情一定要速战速决，明晚行动咱们就各自准备。情况怎么样？准备一下，明晚行动。啊，这么快？嗯，彩霞那边很顺利。他说他有把握说服王山让他对付鬼子，只要明天他们在山洞口拖住鬼子吸引注意力，我们这就好办了。我跟小梅发现了一个山洞，可以直接把人从这救出来，只要他们恢复了体力爬出来应该不成问题。眼下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消息传进去，让王家将他们准备好。太好了，终于可以行动了。我待在这个药铺里啊，都快成老病号了，浑身难受。不瞒你们说，这么长时间没见王家将，我还挺想他的，但愿他撑得住。我现在就去铁匠铺，我已经学会怎么打铁了。我把东西整大一点。你是不是傻呀？我怎么了？你说你怎么了？这小鬼子在街面上抓人不是一天两天了，你现在还去打铁？那你被抓进去以后，他们肯定不会把你送去矿山。那送哪儿去啊？送上西天呗。滚一边去！那我不打铁，我咋进去啊？猴子，把我准备的东西拿出来。啊。这就是你去见家将的敲门砖。鬼子连磨刀的人也要啊？这东西是我们从街面上捡来的，我们亲眼看见，这东西的主人被鬼子给抓了，你说要不要？明白了。这是我本行啊，我拿手。猴子，装备上来。来。磨剪子嘞，抢菜刀，举过就干喽。关二爷，是啊，关二爷为人仗义、耿直，说一不二。我是看出来了，你这是把我比作关二爷啊？啊！买的时候人家是这么想，但是现在改主意。哎呦，怎么了呀，宝贝儿？谁是你宝贝儿啊？小鬼子来的时候，瞧你被训的就跟孙子一样。我是看出来了，我不但见不到我弟弟了，就连我你都保护不了，人家才不当你宝贝儿呢。哎呀，我那是缓兵之计啊，拖延战术。那天小鬼子来的时候，我在后面听得真真的，你要是不跟着他们干，
估计他们就得把你们干掉了。他姥姥，哎，我也感觉是这个意思。我可怎么办呀？你我是不怕，但是小鬼子，我要是落到他们手里面，他们什么事儿都干得出来。不行，我还是赶快走吧。别，宝贝儿，你坐这儿，你坐这儿，坐下，别哭啊，别哭。你说，我连我自己喜欢的女人都保护不了，我还算是一条汉子吗？再说，我手里边有枪有炮，大不了跟他们干一下，把你弟弟救出来。干，说干就干，今儿晚上我就干你。你等等，我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不想你跟小鬼子打仗，太危险了。万一你要是出点什么事儿，我怎么办呀？有你这句话，值了。干，说干就干，大不了个鱼死网破。哎，你先别急。欲速则不达，你这没有准备好，真要是有个什么好歹，那人家还怎么活呀？王大哥，我觉得你怎么样也得准备一天吧，起码跟兄弟们商量商量啊。嗯，有道理，我去跟他们商量商量，明天晚上干他一下。王大哥，这小鬼子是不是都特别厉害呀？这是我的地盘，我在这是老大，我才熟呢。你就不用担心我了，我这就去找兄弟们商量去。兄弟，你再给变个戏法，给大伙提提神儿。嗯，来提神儿，我自己的神儿都飘到九霄云外，谁给我提神儿啊？哎呀，我说兄弟，现在也就你那个戏法能给我们提提神了，我们再耍一个。哼。耍一个，我当猴耍得了。关键是我现在连猴都不如啊，猴都比我吃得饱啊。哎呦，饿呀！进去，站里边去。嘿，又进来一倒霉鬼，嘿。哎，哥几个，想不想看这个变戏法啊？那个给你们变一个啊！那个过来看看，过来看，来，变戏法，看啊！我俩手吧，什么都没有吧？哎，都不吃的了呀！哎呀，啊，有石头啊！哎，我一会儿让他从这手里变这手里去，看啊！一二，哎。这儿呢？哎，你是怎么弄过去的？怎么样啊？这执行啊！哎，兄弟，这是怎么变的呀？不懂吧？这叫戏法儿，我想让他到哪边去，他到哪边去。哎，我说，新来这位兄弟，想要看出天机，就坐到我的边上来。哎，行啊，兄弟。再给变一个！对，再变！哎呦，饿的不行了，没劲儿耍了。哎呀，你都散了吧，散了吧，散了吧啊！别提这个动物性，早做好了给变。歇一会儿吧，就是饿不饿的？吃的没有啊？赶紧过来，得饿死了！我哪来的吃的？刚进门前全吃的精光了。哎呀，饿啊！那怎么办呀？真得饿死了！娘啊，儿想你呀、啊！我也想俺家。我悲伤的时候，俺娘就在身边。俺娘跟我说，她去筹钱，明天就来赎我。明天呀，明天也得饿死呀。给东西有吃的东西。在哪儿啊？嗯，干人家偷吃的，去哪儿去？找什么吃的？应该在心中。忍不住了，饿呀！忍不住也得忍。啊，你跟我说说，你刚才变的戏法是怎么回事？到底？这不为了把你变过来吗？哎呦，兄弟。我想死你了，
我从来就没有这么想过一个人了，兄弟，滚一边去！啊，你就是飞哥吧？谁呀？不是你，自己人。你欺负我？王爷，你到底是不是飞哥？差不多。太好了！差不多了，去一边去啊！大嫂要抓几个药，快点！哦，明白了，您稍等啊。我实在不行了，赶紧找吃的去啊！再等等，等后半夜，小鬼子、小岭咱们再行动。先这样，一人拿几个，赶紧分给大伙。一旦小鬼子进来，让他们装成饿得站不起来的样子。千万记住了，偷偷的吃。一旦鬼子进来，让他们假装饿得站不起来的样子。你这是啊，土是能吃死人的，知道吗？怎么回事？太远，这个太饿了，这都吃土了，你们能给口吃的呀？嗯，没有。哥，是不是有病啊？你饿了吃土吗？
我这是救你，让你知道，明儿小鬼子发现了，就不是吃土，吃枪子儿。磨牙嘛，我这吃不错了啊！别得了便宜卖乖，真好吃啊！一会儿我和小白猴子上去，老陈，你们在这等着，等人救上来以后，我会让他们顺着绳子下来。安队长半个小时以后会带人过来接应，你们路上一定要小心，记住。你们在路上一定要小心伪军，如果碰上的话也没关系，只要枪一响，这帮人都是缩头乌龟。好，小白，明白，只要让我杀鬼子就行。咱们这回是救人，不是杀鬼子，要杀鬼子以后有的是机会啊。嗯，行动。怕小鬼子发现不了是不是？不是，怎么还没动静啊？再不动手的话，这干粮都吃完了，咱又得成饿死鬼了。我说你这个王瞎匠，一点骨气都没有。你现在不是老奴，你是来营救他们的。就你这样，怎么完成任务？我这不是着急吗？你看着啊，到时候我肯定我不应你无比我。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我看你老毛病又犯了，嘴把式是不是？哼，嘴把式，我还告诉你，谁耍嘴把式，谁是这个，行吗？行，我就等你这句话呢。哼，如果你真是条汉子，咱能活着回去。你这个兄弟，我嚼定了。一言为定。行，一言为定。现在给我消停会儿啊。我总觉得咱们为了一个女人跟小日本这么干有点不值。你说，就算咱们打赢了，那小日本之后还不得疯了一样追上咱们？孙女，我告诉你，我不只是为了这个女人，更是为了我自己，还有咱们这一群兄弟。你想，如果换作是你，你是想被小鬼子给杀了，还是想当汉奸呢？打死也不能当汉奸。所以说嘛，咱们不能等着他们来杀咱们。咱们得主动出击，打他个出其不意，狠狠干他娘的一家子！都给我记住了，等一会儿谁都别给我心疼子弹，给我狠狠的往里打！快！小心，总之在处理好王山这伙人之前，我们绝对不能轻举妄动，因为这是我们双方谁能够成功的关键。我们能想到的，梁飞一定会想到。天助我也啊！给我打！
喘不上，赶紧准备，快，活动一下，快，走。被拉到日本去了，可就完了。不是你能不能有点出息、啊？还没怎么地呢。哎，我说你是不是真想去啊？你呢？你看我那是想去的表情吗？啊，我就是想表达一下我此刻的心情嘛。哎，我问你，你难道就不怕被拉到日本当劳工吗？我怕什么呀？我怕什么呀？我现在吃饱喝足，我全身都是力气。我告诉你啊，这小鬼子只要把我放出山洞，不用到日本，我全给他们解决了。吹牛吹一下天去了吧？啊！吹什么牛啊！我跟你说正经的啊，我了解梁飞，任务没完成，他是不会离开的。可万一……呸！又想吃土了是不是？不不不，别！等我没说啊。前面就是那个洞口。不对呀！啊，怎么了？这前面打得这么热闹，山本不可能不注意后山呢。小心！梁飞，暴露了，咱们赶紧撤！不行，我要去杀鬼子！快回来，先保住命，以后有的是机会。快走！一定是梁飞，追！周边的土匪，
你怎么来了？我担心你出事儿。带小梅走，我掩护，快，快走，走。 大佐，我说大佐所料，后山确实有人，被我们赶跑了。一定是梁飞。属下无能，没能抓住他。这不怪你，梁飞只是一般人，可以捉住的。嘿。我们迎着阳光，阳光，一路向前冲，不肯回头。我们站在山巅。 散乌云，勇往直前，迎着朝阳，我们。